星期五的中午，那其实呢，我们昨天星期四中午左右就已经到这个营地了。那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营地，就是里冷马告的传奇露营区。这个礼拜呢，因为营区有举办了这个民歌演唱会的活动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召集了一些喜欢民歌的露友一起来团露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礼拜四就到呢？因为每次办团露呢，我们因为要带位，还要安排一些活动流程，所以呢，每次都搞得很累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就决定我们要提早一天先来桑吉嘞。哦，昨天真的是，中午就到了，所以我们呢非常的悠闲的过了一天，终于有放松到了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是星期五，所以有一些夜冲的朋友呢，就会今天上来。那我们晚上就要开始忙咯。那我们的民歌的那个演奏会是明天晚上哦。另外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助理最近新请了一个小助理，而且这个小助理的外形非常的靓丽，重点是他的身形非常的娇小，让我非常的嫉妒。所以到底是谁呢？就是他，哈佛飞行相机 X1 Smart， 是不是超可爱的？以前呢，每次要叫助理把我拍得美美的时候，都一定要先安抚好他的情绪，然后常常还要巴结他。那现在呢，有了助理的小助理之后，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了，因为有了这一台，我可以随时拍我想要拍的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几个优点。第一个就是它的重量非常的轻，只有99克，所以方便携带。那如果跟我一样喜欢去日本的朋友呢，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哦，就是这一台到日本不用注册哦。第二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操作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直接拍摄咯。第三个优点呢，就是它非常适合拍人，因为它有美颜的功能哦。如果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自拍的朋友，这一台一定会非常喜欢。第四个优点就是它有多种的拍摄模式哦，有追随、环绕、横拍、直拍都很方便哦。第五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外形非常的时尚，还有呢，它还有加装了这个防护网，所以呢，不用担心它的这个螺旋桨会去伤到人哦。那第六个优点呢，它呢可以收音，然后还有降噪的功能哦。所以以后呢，如果助理太假笑，我就把它换掉，换成这个小助理。那我现在要来去拍我的美照了。
大的问题。干嘛不想入境了吧？哦，什么酒都有呢？哦，有啊，对，差不多。昨天就开喝了，是哦。哎，欸，你们这群人很坏心呢，就这样看没有要帮忙的感觉呢哈。那第二首是最后的温柔，江玉好。爱情像杯酒，不让你的口醉吗？你不是要帮忙？赶快啊，小助手！六。有油啊！这是油吗？对。早一天你有空的时候再跟。啊？要排队排？对，我知道。不然呢？因为反正两年内都轮不到我就对了。只要够，像我们那一种，对不对？360或370，柜子一拆。你也喝啤酒？不是，他会。这是综合水果，你要喝啊？对对对，啊，我们是200，他都不怕被掉。没风。但月饼或蓝莓之类的。他无聊。他把我的小动物园搞了。